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能告诉我那艘飞船原本是要到哪里去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叫米娅，那个红头发的是哥哥诺瓦。我们是从子物区逃出来的。穆斯贝尔的盖洛斯越来越多，为了活下去，族长决定带着大家逃到外面来。可是我们在穿越韦石山的途中遭到了袭击，哥哥他不顾一切地护着我逃了出去，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怪兽杀死了大家，都见不到了，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孤零零的。你至少还有个哥哥。是赫亚给我起的名字。他说，人呐，只有依靠羁绊才能活下来。我一直不明白这句话，以为就像共生关系一样。但是分开后，我想，我或许能明白一点点了。只是现在，我连能不能再见面都不知道。我那个笨哥哥说过，不管分开了多久，只要一心挂念着，就一定会再遇见。你们一定能再见面的，相信我。好想见到他。一定会再见面的。